我们以台北市民的角度，我觉得柯文哲市长已经做得非常好了。坦白讲，我以前在前一段时间疫情再起之前，我个人对柯市长不满意，可是当危难发生的时候，柯文哲市长有尽到他的专业本分跟职责，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个事情虽然不满意，但是比很多其他的单位柯市长所做的要来得好得多了。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啊，第一个，苏贞昌院长还是记得要读书。2006年的时候，你自己曾经用届时名上的耳奉耳禄名高名指勉励过公务员，也不过才十几年，苏院长都忘记了，真是让人觉得很意外。第二个，如果大家对我的行为不支持，请大家赶快抖内去买花送到卫福部疾管署门口，同样的支持他们，同样的让花农跟花店在这一段时间可以有更好的收入，更好，大家比着做好事，比着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，才是帮助到民众。花农跟花店这一波受创很深，原来有的毕业典礼、婚礼、公祭什么都取消了，他们原来要赚六月这个大月，结果都赚不到。那没关系，你反对我，请支持疾管署，买花一样让疾管署可以获益，花店可以获利，我觉得都好。觉得蔡政府现在的反应就是八风吹不动啊，股价打过江，人民死了166个人，结果蔡英文总统过去15天没有公开行程，苏贞昌消失很长的一段时间。那我觉得人命永远胜过任何的事物，请蔡政府以苍生为念。哎，那个下一次哦，这现金给我就好了，不要浪费钱了。